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望经还原观》，我们接着看第三段，是三辩者，一者亦称普州法界观。前面学过了，今天从第二，这三遍呢，第二看起，一尘出生无尽变，今天我们的摄影师出了一点状况，字幕机有一点问题，所以我们延误了半个小时。现在这个字幕打出来啊，速度很慢。先手各司给我们解释，为什么一尘出生无尽变，为成无自性，其必一真。跟这个普州法界的现象相似。前面讲呢，成无自性，难真成立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这是理论的依据。为什么一尘能周遍法界？为什么一尘能出生无尽？这个出生呢，就是佛在《华严经》出现品里面给我们讲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佛说过这么一句话了，借由如来智慧德相，如来是讲自性，自性本来具足慧能大师开悟第三句所说的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一样都不缺。他在启用的时候就能现出虚空法界。变虚空变法界。虚空法界从哪里来的？一尘就能出生，每一个尘也能出生，
重重无尽啊，这法界是重重无尽的，是不可思议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啊？我们学佛的人也会问说，为什么会有这样奇妙庄严啊？佛说自性啊，本来是这样的，应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啊。中国古人说的没佛这么清楚，只是说本性本善，三字经上第一句话啊，人之初性本善啊，只说善这个字啊，到底怎么个善法，善在哪里，佛经上讲的透彻啊。我们中国古人传下来没讲得很透彻，只告诉我们人性本善啊，世世代代啊，这些圣贤啊，全是教导我们伦常八德啊，只说了这些，唯独佛经讲的透彻，不但透彻，讲的圆满啊，普周法界，畜生无尽呢，也为真啊，这是理，就是尘没有自信，其必一真。畜生就是其啊，一定一真，真是什么？真就是自性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尘也就是自性，自性没大小，自性没长大，没长短，没有缘尽，没有内外，没有先后所以叫他做一真。啊，那么真，真如，真如具足恒沙功德了。啊，就是讲的智慧德相。一真起用的这一尘，当然也具足圆满的智慧德相，不会有丝毫差别。啊，当然是圆满的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圆满。不但不圆满，好像太多欠缺了。啊，这个现象是从哪来的？这个现象是从变质来的。啊，怎么变的呢？为识所变。啊，现象呢，是唯心所现的。啊，这个相不是真的，真的不变。啊，所以它性不变，一尘所依的真性不变，相会变。啊，像是怎么变呢？像是把真性的扭曲了，啊，并不是真的扭曲了。啊，要真的扭曲了，它就不叫真如了。
啊，大乘教里面所谓的真如，在圣不增，没有增加一点；在凡呢不减。我们现在在六道凡夫也没有减少一点，不增不减。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啊，不能说清净。清净是对染污说，他从来没有染污，哪来的清净？啊，所以在真如这个境界里头，开不得口，言语道断。不能起心动念，叫心行处灭，为正方知。啊，什么时候你正得呢？你不起心不动念就正得了，就在现前，六根所接触的无不是自性。啊，法相就是法性啊，法性就是自性啊。啊，这是真的。佛家讲真妄，它的定义啊，真的是永恒不变，这叫真的。凡是会产生变化的，就不是真的。啊，你像我们这个世间。动物有生老病死，啊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矿物有成住坏空，叫无常，啊，这是幻象，这不是真的，啊，真的没有这些，没有生老病死，没有生住异灭，也没有成住坏空，那真的。啊，真的是什么？性是真的，一切法相是假的，性是真的。这个要知道啊！啊，事是假的，理是真的。所以一切现象都是依真而起，只要回过头来，哪有不正自信的道理呢？啊，正自信就叫成佛了。下面大师引用起心论的话说，起心论云，真如者自体有常乐我净一物，清凉不变自在一故。具足如是过恒沙功德，乃至无所少益。啊，这一段呢，这起心论上讲的。啊，起心论里头描绘真如，就是本性，就是自性，是个什么样子？啊，这个地方所说的就是。本自具足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啊，没有什么理由。佛经上一个术语叫“法尔如是”，啊，这个法它本来就这样的。自体
有常乐我净一故，这真的常永恒不变。啊，乐呢？没有苦乐，没有苦乐叫真乐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苦乐是相对的。啊，真如没有相对。啊，这个常呢？常对无常讲的啊，常无常就是生灭法嘛，它没有生灭，它没有苦乐啊。我是自在的意思，主宰的意思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啊，人事物都不自在啊，都自己没有办法做主啊。随着境界在转变。啊，自信没有这个现象。所以称为自在，前面讲嘛，这个其二用里头，你看看，依报自在，啊，正报自在，那是我的意思啊。净是从来没有染污过的啊！能大师讲的“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”啊，他的是这个五句话里面就含着常乐我净啊，清净不变自在意。这一句是总说啊，总的讲常乐我净啊，清凉不变自在意啊。这个清凉意思讲是里面绝对没有烦躁的现象啊。六道轮回里面这些众生有烦有躁烦恼啊。啊，为什么？那是贪嗔痴在起作用。啊，根本烦恼嘛，贪嗔痴慢疑。啊，莫那识什么呢？四大烦恼常相随，就这四种现象。啊，它有这四种现象。啊，有我见啊，执着身是我，执着思维分别执着是我啊。外国的哲学家啊，哲学里面讲这些东西，什么是我啊？我在哪里呀？他说：“肉身不能存活。”那什么时候？说我思故我在。啊，这我们就晓得了。他把什么当作我呢？他把分别执着当作我。啊，能够思维想象的。很难得了，比一般人聪明多了。啊，这个认知
在佛法里面讲，就是把第六意识、第七识认为中国。啊，第七识的执着，第六识的分别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讲思想，第六识思，第七识想。啊，把这能想象的当中国列错了。啊，自信里头没这个东西啊。啊，佛给我们说得很清楚，这东西从哪来的？自信迷了。啊，一念不觉呢，迷了。迷了之后啊，自信就变成阿赖耶了。啊，一迷你看马上就变样子。啊，变样子注意要记住，不是体变样子。体不变。啊，相变了样子。啊，相怎么样？相从心想生。这像佛，天天像佛，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佛像。啊，佛是什么相？大乘经里面讲得好，佛是平等相、慈悲相。啊，像菩萨呢，他就变菩萨相。啊，菩萨是什么？菩萨是念念不忘六度啊，六度是菩萨相啊，十二因缘是缘觉相啊，四谛是声闻相啊，天使、摄相、四无量心相。这个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啊，菩萨也是慈悲喜舍，外表看起来很相像啊，骨子里头不一样。菩萨的慈悲喜舍里头没有分别之处，天人的慈悲喜舍里头有分别有之处。都是慈悲喜舍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啊，有了分别执着，它就变成六道的诸天了，天人了。啊，人是伦常相，中国人讲的。啊，懂得五伦的道理。啊，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。父父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这是人。啊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无戒是善相，下面是三恶道。啊，三恶道是畜生道、愚痴相。我们讲糊涂啊，糊涂到什么程度呢？没有能力辨别真妄啊，哪是真的，哪是假的，他没有能力辨别，哪是正，哪是邪，哪是是，哪是非，哪个是利，哪个是害，都不知道。
啊，随造业啊。真像地藏经上所说，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，无不是罪业。啊，这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愚痴嘛。啊，我们也是很幸运啊，在世间一般人讲，非常幸运遇到佛法。如果没有遇到佛法，那这一生呢，还不就做了愚痴人了？啊，人失掉人身之后，来生道、出生道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呐、啊，太多太多了。啊，如果再加上贪，那麻烦大了。啊，贪财、贪色、贪名、贪利，啊，什么都贪，这什么相？这鬼相，恶鬼相。啊，成慧地狱相的佛法相，这是这个什么相会变，性不变。啊，无论你是佛是菩萨，啊，你是天人还是三途地狱，相不一样，性是一样的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所以相，相随心转，这个心是舍念头啊，不是真心啊。随着你妄想分别执着，这都叫念头，随着这个转呐、啊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。了解事实真相啊，那在现前我们从资讯里面得到的讯息，全世界处处都有灾难，啊，我是不接触媒体，也不看报纸啊，可是一些同修们，啊，他们很难得，啊，从电视或者是从网络上，啊，有一些些灾难的讯息，啊，他都把它记下来呀、啊，给我看，啊，看了很可怕吧，啊，好像今年的灾难特别多。发生的频率超过去年很多啊，灾害也非常严重。这相在变啊，为什么在变呢？我们晓得，我们很清楚，贪嗔痴慢疑加重了。这个东西啊，越一年比一年严重。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清醒，这共业了啊，这是众生共业。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呢？啊，那就要是归咎于教育。啊，什么人主持现在的教育呢？直接主持的是媒体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
啊，你看媒体叫人什么？他每一天播出的内容是什么？暴力事情，杀盗淫妄，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根本烦恼啊，贪嗔痴慢疑误见啊，误见就是错误的见解，错误的思想，他的主宰这个，天天拿这个来教人呐，把人全教坏了。啊，所以整个外面境界通通都变了。没有一样是善的。啊，我们遇到这个灾难，灾难能不能化解？能不能减轻？跟诸位说，答案是肯定的，可以化解，可以解决。那如果我们贪嗔痴慢杀盗淫妄减轻了，外面灾难就减轻了。啊，什么水灾、旱灾呀、地震呐、这些都会少了。啊，那包括瘟疫。如果我们真的回头了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灾难就没有了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就可以变成像极乐世界一样。这叫一切唯心造。啊，现在人相信科学，不相信圣贤教诲啊，他不知道圣贤教诲是高等的科学啊。如果不相信啊，这在佛法里面讲啊，他没有善根呢、啊。那就难了，这个灾难他就得受啊！啊，所以受，佛菩萨眼目当中看得很清楚，梦中受苦啊，他在做噩梦啊，不是他的性受啊，他自信没受啊，自信永远清净的，不生不灭了，啊。他什么在受呢？他那个受想行识在受。啊，受想行识受的里面就是苦乐忧喜舍啊。啊，不外乎这五大类啊，全部都包括了啊，这五大类。如果众生喜欢圣贤的教诲，学习圣贤的教诲，他的享受是乐，不是苦。啊，他心里面得发喜，孔子所说的喜悦啊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学什么？学圣贤之道。
那习习是做到，把你学的圣贤之道啊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啊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那个时候什么感受呢？不亦乐乎啊！这个乐就是喜悦，这个喜悦不是外面的刺激，是你内心的，我们讲心性里面的德行自然流出来，在佛法的名词叫法喜充满啊，长生欢喜心呐、啊！啊，现在在现前能不能做到？能啊！什么人能？真正学佛人能。真学佛啊！真正念佛人能啊！你还有忧悲苦恼，你念佛的功夫不到家了啊！什么时候念佛功夫到家呢？啊，什么样的灾变现前？不惊不怖，不忧不苦。你念佛的功夫到家了啊！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期间的几个月当中啊，遇到不少灵媒投来的讯息。啊，都是在劝导大家啊，怎么应付这些灾变啊，几乎他们提出来就是同一句话，念佛啊。我们在大乘教里面这么多年的熏习，知道啊他说的话的理论依据，我们晓得，所以我们相信啊。一般人刚才讲的时候他不懂佛法了，他听到笑笑，这是迷信啊。这些灾害与我们起心动念，与我们所作所为有什么关系？这自然灾害嘛，他把它推到自然，他不知道这是业感，他不知道一尘出生无尽变，他不晓得这个道理啊，那你明白了，你才晓得念佛真管用啊！啊，念佛把一切，你看看，贪嗔痴慢啊，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统放下了效果就现前了。啊，在这一次这个四川地震当中啊，有许多人被埋在地下十几天，哎，被救出来了啊，人还好好的，问问他们多数都是念佛的啊，他能够存活着，他没有恐怖的心，他心是定的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，一点恐惧没有，寿命还没有到，哎，被人救出来了啊，寿命到了他往生了，他不苦啊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苦受啊。这个些理跟事我们都要很清楚的了解。
啊，明了。啊，万一我们遇到这种状况，知道怎么处置。啊，心安理得嘛，道理得到了，心就安了。啊，这个真叫做离苦的路。啊，能做到离苦得乐，当然还是破迷开悟啊！你把这个离事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吗？啊，所以他这个末后一句说：“具足如是恒沙功德，乃至无所无有所少矣。”啊，这一尘出生，啊，一尘出生确实，遍法界虚空界，啊，什么都不缺少，啊，而且我们一定信得过，有理由相信。遍法界虚空界是平等的啊！你看这个太空当中，无量无边的世界，这星球啊，啊，无量无边的星系，肯定是平等。啊，从法性上讲，啊，从法相上讲呢，每一个天体里面的众生，啊，决定有众生，我们今天探测不到，啊，探测不到是因为空间维次不相同。这个一般人很难接受，很难相信。啊，月球距离我们最近，有不少人登陆月球，月球上什么都没有啊。月球上有情众生吗？在佛法上讲，只要有行，啊，行是物质啊，决定有精神存在。啊，色性是一，不是二，你怎么能说没有呢？啊，如果没有，那连星球也没有，啊，那才是真的。啊，这在理上讲不通啊，所以有，譬如我们地球上，我们所看到的，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境界。我们居住这个环境有没有鬼呢？跟我们同住在一起啊，我们见不到他，他也见不到我们。你不能说他没有啊。月亮里面呢，那些众生是不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了？是大有可能啊。啊，不但月亮里都有啊，太阳里头也有啊。那太阳那么高的温度，那众生怎么能住？是他就需要那么高的温度，
没有那么高的温度，它就不能住。啊，我们叫的它温度很高，它叫的那里很舒服，恰好。这是大乘佛法里面告诉我们的呀。我们能相信啊？啊，这个绝对不是假的。啊，怎么能够证得？啊，佛法告诉你。你只要把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见到了。啊，分别是见思烦恼，这个分别是尘刹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。我们是因为这两种烦恼，把我们的慧眼、法眼障碍住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佛有五眼圆明，我们现在只有肉眼，天眼都没有。啊，诸天他能看到的，我们看不到。啊，诸天的天眼，我相信他们看到月球里面众生。看到太阳里面众生，啊，天眼就能见了。啊，在我们这个世间也有一些人有这个能力。啊，现在人称他们为特异功能。啊，我们肉眼看不见的，他能看见。啊，我们抬起眼望到空中，只看到云彩。那些人看到云彩里头有人。啊，有一些众生在空中在那里活动。不是一个人讲的。啊，一个人说是我们说的胡造谣言。哎，同时有几个人看到的是一样的。或者是同一个时间看，或者不同时间看。会说一样的话，啊！现在我们说的是迷信，啊，到底是谁迷信？啊，是他迷信还是我们迷信？有没有人去思考这些问题？啊，所以这些理论现象了解之后，我们的生活，所谓人生观、宇宙观就不一样。啊，总有几分呢，觉悟了。我们的人生态度改变了。啊，共业虽然不善，我们在现前可以修善业，可以修净业。对修行人来讲呢，什么样的环境合适呢？
实在说都一样，都差不多。你在极乐世界修行跟在此地修行没两样。极乐世界顺境，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逆境。顺境好修啊，逆境也好修啊。啊，逆境许多不好的境界现象的时候，那我们想的它的因啊，因是烦恼习气，是造作许多罪业啊，赶快改过自新。有什么不好的？好啊！啊，大幅度的提升。啊，佛在经上有说过这么一句话：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，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。这就是真修行的人，这儿好，比极乐世界还好。啊，所以在此地修行大幅度的提升呢，可以升到极乐世界上上品啊，啊，超过许许多多声闻缘觉菩萨。你看，你碰到这么个好机会，啊，这在理上啊讲得通啊。所以这个事情啊，与别人不相干啊。问题是自己会不会？啊，古代祖师常常测验学生，给他一个提示：你会吗？关键就在此地，你会不会？啊，这两个字意思很深呐。如果对于理性没有相当的认知啊，真的不会呀。被祖师一句话问就问倒了。啊，有相当的认知，这一句话就提醒了。啊，言下放下，在一句话提醒之下放下了，他就悟住了。啊，所以言下大悟啊。啊，慧能大师在五祖会下也是听他老人家讲一句，那是念的《金刚经》上的经文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啊，他听了豁然大悟。啊，应无所住彻底放下。啊，生的什么心？真心啊。妄心放下了啊，真心显现出来了，那叫生心。这个一尘是真心的相，真心含无尽的功德。真心起的相，当然也含无尽功德，就是这么回事啊！啊，无尽无量的功德从什么地方显现呢？
见闻觉知。从见，从闻，你想江本博士谁是也？谁是矿物？没念过书。无论哪一个国家的文字，它没有障碍。我们写个爱字，写个中国字。写个阿拉伯的字，用英文写个爱的时候，他一样的感受，他懂啊，文，我们中国古典音乐给他听，西方这个摇滚音乐也给他听。他都有反应呢，他都会听啊。你看看他的一个见闻，没有界限呢，没有障碍呀。他有觉，他有知。它有反应，这个反应是波动嘛？我们现在迷失了自信呢，这个性德里面是细微的波动，我们已经变成麻木不仁了。必须横粗的这个意念，我们才能够觉察到，微细的觉察不到。可是用科学仪器，精密的仪器能测出来。